你现在所看到的是咱们的法国公羊兔，它体型巨大，可算是上兔子里面的壮汉。它体质结实，体型匀称。公羊兔背毛颜色多为黄褐色，耳朵大而下垂，头型粗大短而宽。公兔显着十分敦实，它颈部粗壮；母兔显着秀气温顺，它颈部下面有肉瘤。